黄天当立，那什么呀？张角黄巾起义了。点一下，扣一下，啪啪，啪。First blood。上来点，朋友。扣一下，没扣着。打眼点，点一，啪啪。他点烟扣一下，啪啪，他居然把我的那什么给我躲了，吃个药吧，这要不然容易流死。把我的扣给我躲了，不可思议。听说伊苏尔德要出了新英雄，出完破败王，出他老婆呗？那他老婆能有啥技能？也不算个英雄啊。抽一下，啪啪，麻烦溜，啪啪。英雄永不迟暮，全是打福爷哥的技能，啊。那打别的英雄也没用啊。炮车，我们31刀，他13刀，打不了啪啪扣，啪啪，啪，啪。八一八八扣，八八你不斩剑啊？其实闪也没用，也确实。开始折磨我。大早上就开始折磨我了。死亡我看的太多，早已经消失了。160，走了，回家了。歇一下，离开这尖叫声。都卖了。魔宗咱就不出了。这卢仙现在我觉得先来个西兰刀没问题吧。
新蓝刀吧，可以买个眼泪不除了，那魔宗除太慢，而且没隔着，并且我们的虚区就是不用魔切的，抽一下爬不了八方，控手线儿来，哎，为什么我身体上面是有蚊子吗？应该不是有蚊子啊，但是我的胳膊的这个地方呢，永远就感觉就是鼓了一个包，是什么东西呢？就那种蚊子叮的那种包。问你们肯定是没用了，不是肿瘤就是脂肪瘤，要么就是癌症囊肿，或者是这乳腺癌，还乳腺癌呢。我曾以为没有什么比死亡更冰冷，我现在知道，我一度怀疑我们家是不是有个蚊子，然后每次都盯我同一个地方。这人儿咋没了呢？他的双眼中闪烁着幽灵的火，没关系的。你说你一个六级的要打我一个八级，你也是挺敢打呀。我说这人咋没了呢？原来一直在草丛里边。走了，回家吸蓝刀加个皮海，我们也就无敌了。德玛西亚还好吗？德玛西亚你好吗？对不起，我在哪里对抗亡灵，哪里就是家。还跟他打个招呼，你看多有礼貌。buff 我就先拿了，反正也没人要，我们不要谁要你算。收了吧，推了。卢仙也要加强了，被动算两次独立攻击，死定了。
吸血鬼怎么会没死呢？点点啪啪啪啪扭啪啪为什么敢在我面前回城？我不明白，是有点瞧不起人呢。盖伦要干嘛？盖伦要送人头吗？点一啪啪，出啪啪，啪啪啪啪啪的。我们先打个蛤吧。这个洛克萨斯之手啊，它是有双招的，所以我们还是小心一点。出个海妖。黄子是纯幼黄子，我们去帮着吸血鬼把中路的塔皮吃了吧。先去上路吃吧，先把上路的兵吃了。提蓝刀一出完，我们就蓝就够用了。他去中路去了，走，华妹去中。中路好几个人呢，我瞅眼啊，完了，塔皮没了。哎呀，打不了，啪啪哭，啪啪一啪啪啪啪啪哭，啪啪。硬往我脸上冲啊，这盖伦啊！往枪口上面堵，谢谢忍者龟，头很痛。盖伦可能是僵尸，我发现。明白啥意思不？僵尸就往那枪上堵，靠！你给我回来了，你给我回来，你给我回来，你把我蓝 buff 还给我。小伙子，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啊！今天你的野区，我就不可能让他有。我们曾经拥有的，我能感觉到。这个牛浪法师是不想好了，我一看呢，牛浪法师。我看这盖伦他能上哪呢？我把他野区都给他刷了。这日女儿一啪啪哭打不了，刷新一下我们的意境。回家把海妖出了，海妖出完来个纳瓦利训印，
把盖伦的三郎给他打了。有我杀死的小犊子居然敢抢我的蓝 buff。我俩打个光头，一啪啪，哭啪啪，打不了啪啪。让我们看看三郎有没有。这是为你好，相信。三郎被盖伦给收了，可恶！居然让他收着野怪了，没完了是吧？是不是没完了啊？太过分了，太欺负人了，就永远不许花枪。给我欺负完了，这些野怪呀、啊、一个也没有。抢完我蓝，抢我蛤蟆。来了，来打吧妞！我闪现，啪啪一啪啪哭，啪啪一啪啪啪。我减速的，小可爱，别卡我呀！这兵线呢？今天你肯定是走不了，小伙子啊！天哪，女人打不过他，一啪啪，呼啪啪，点呼啪啪，点燃啪啪啪，毛毛球可以啊。这个小可爱变的还是可以的。来一啪啪哭，啪啪！手感不错。光头在哪里？这日女是真不怕死。硬往上冲着呢，啪啪勾，啪啪，一啪啪打吧妞。哎呦，没血了，投降。